4:50，我觉得我妈应该在不久之后就打电话来了。哦，这里，啊，真的打电话来了。我相信我等一下如果去洗澡的时候，我妈妈她一定会进来看。你要看她的日记。妈，我是机器人，我要去洗澡。宝贝，这边你有什么觉得爸爸妈妈讲的话根本不是真的？第一件事就是那个休息时间要我去跳跳绳，还算在休息时间内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哎，你没有照着念哦，他是说休息时间要我去跳绳，你有什么事？我有的是希望你长高啊！你看啊，不读书的时间。那是叫休息，对不对？是是哦，休息时间现在年轻人都是拿着手机一直玩一直玩，又坐在沙发上。对，他爸爸本身就不高，那他是不是要趁休息的时间赶快跳爸爸？赶快跳绳才会长高。不用担心他，你高啊。可是我万一他笑到他爸爸嘞？哦，那黄金成长期就一次，所以我必须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爸爸高高一个，妈妈高高一窝。哎呦，你看这一窝就这么一个，还不高？我就这么一个啊，那肯定高的。对，所以我就要跳跳绳，是不是对的？而且男生其实会长到高中都还会长。姐姐，我跟你讲，爱之是足以害之。为什么？你把孩子框得那么紧啊，不对的。真的吗？跳绳要框得紧，放出去，要放出去。最后的疼爱是什么？他这个年纪不能放出去，放出去万一跟你学抽烟，学什么走走学什么，怎么办？什么都要来一下。这么小？有一点啊，佩仪姐，今天刚好来，我们就互相交换啊经验。孩子的话，最重要的不是给他什么。而是让他自己能够解决问题，这是所有课程里面的第一课，最重要。这个我慢慢再放手，让他自己解决。我们家没有这样的，一碗饭，什么菜弄好就这样，啪丢在你面前，要不要吃？吃跟不吃 ，up to you。Yes。不吃你就会饿啊。对。若要子女好，且留三分饥与贫。哎，好啊。大润发董事长银眼良先生讲哦，小尹尹大哥，对，真正就让他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。来，我们立刻给看看实测 VCR， 真的，来，什么 VCR？我要把这些过程全部录起来给大家看，我妈到底有多爱我。妈，我要出去抓宝可梦了，快吃完了。吃完吗？快了啦。吃不下。可以出去了吗？可以。大口吃，吃肉。好饱啊！好，再吃两口。好饱哦。不管吃完才能那个去，管他起来吃，不是狗。我要出去抓宝可梦。可以啊，可是你今天答应我的啊。答应你什么？背国语啊。哦。你那国语去拿课本拿过来。真希望我女儿看到这一集。怎么样？知道什么叫做好爸爸？来，第一站。四肢为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四肢。等一下，妈妈再融化一点。可以出去了吗？啊？可以出去了吗？现在正在发育，去跳跳绳。哦。跳200下。200下。当然。你觉得你现在个子高吗？女儿在跳啦。那你还说话劝话去跳，没有白。我哪里跟你说我要跳跳？我没有，这是我的规定。哇，这么喜欢我。膝盖那边碰，小心一点哦！啊，车子多要小心哦！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过马路一定要小心哦！现在已经4:50，我觉得我妈应该在不久之后就打电话了。这里，啊，真的打电话来了，喂，干嘛？就是快来了嘛。不会来一下，就金美夜市旁边的公园。
果呢，我撑完了一分钟，他就现在就担心的这个样子，说要来接我。我相信我等一下如果去洗澡的时候，我妈妈她一定会进来看。你要看她的日记。妈，我是气血王，我要洗澡。写着同胞的包，我的妈呀，吃的不到哪里去，通通抓到，通通抓到，哎呦，这个控诉的好恐怖哦，觉得这不是你这个太有压迫感了啦，对，从头到尾什么都要掌控的很强，不是，我想知道他有没有不快乐或什么什么，这样看看日记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控诉妈妈，你没有发现他离开家里好快乐吗？我最主要看日记，第一个看他的心态，第二个看有没有错字，你就跟吃饱的把他写通报，没有的包子像话吗？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偷看，他知道的话，他其实写日记他会生气，已经不是真心的在想写给你日记。要有隐私的嘛，他已经是写给你看了，那写给妈妈看，来说妈妈最近变瘦咯，还是对，因为我以前我妈也会偷看啊，写给她看啊，就写给你看的，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所以我现在日记很少带回来啊。哦，他就干脆不带回来了，他跟开公司行号，有内外账，带回来是可以给妈妈看的那种，那个是外账，然后自己有一本写心事日记，你早就知道他偷看了，对。所以你等于是写给他看的，对啊，都不敢写一些真心话，这样都没有意义啦。对对呀，你可以写在手机的那个记事本里面，然后加密，他每个都加密码，都不准我看啊。对，那你密码你都知道？我不要，就不要，因为那是我指纹。哇，要指纹，你睡着然后拉你的手去按，哎呦，哎，下次用脚的，用脚的 OK 了。嗯，小心，反正是我对手机方面我很大方，就放给他空间。妈妈这个是成立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很感动，因为得到一个证明，你是这个世上妈妈最爱的，妈妈超爱，对，